走下去，拉近的感觉啊，走下去拉近的感觉啊，哎，我看到一片圆的啊，像个穹顶一样啊，那个很大的一片啊，那很大的一片啊，这个很大的一片啊，在，穹顶变掉啊，好像，后面外线对，地球的啊，分区进行清理一遍啊，这个地球清理一遍那个再分一个区域清理一遍啊，把再这个区域清理一遍啊，清理一遍啊，不但清核物质，还要对，这个破坏的那种啊，那种清理掉，清理掉，就是说我们基本原则是人人平等，只要有一个。人不遵守人人平等的原则，就会搞得乌烟瘴气，就现在中国那个啊，现在就搞得乌烟瘴气，啊，一个人要爬上去踩了所有的人踩在脚下，啊，所以他呢没有自知之明的啊，没有自知之明的，啊，外线已经早就盯上了啊，早就盯上了啊，早就盯上了，早就盯上了啊，只是说，什么时候动手啊，就让人家都知道啊是怎么一回事以后。人家知道了，让人家亲眼看到，然后他发挥威力，把他干掉啊！现在的状况就这样，现在的状况就这样啊！现在状况就这样，不是说无动于衷，而是已经都准备好了，都准备好了啊，都准备好了啊！时机恰当的时候，让有更多的教育意义在里边啊，为了教更多的人再动手啊！知道了哈，好，当然了。又让人家感觉痛苦一点啊，再吸取教训，不然的话，胡作非为，俺们又出来反抗啊，又出来反抗。现在搞到大家没办法处理了，一个只有老天出手了啊，老天出手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